然后新外观是不是？啊，对对，一直忘记要讲这个。来抽取锦衣阁啊、哦！哎，这个本来要讲，一直忘记。今天好厉害吧？锦衣阁五连抽哦。好，就类似这样啊，娘喂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也可以抽一些称号啊，五连抽。哎呀，身上也都很漂亮啊，哈。我那个爱心特效，哎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了。这期他真的太万二了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怎么会这么猛嘞？挺凶玩啊，各位观众们。哎，这昨天更不公平呢，我们昨天发现游戏的盲点。就是我们只要。我们只要呢，把闭嘴闭嘴闭嘴，你们这个审问再说吧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哇！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啊！我的妈呀！这个游戏竟然还有这个系统，真的是太闹了，真的太闹了。可以100只吗？那还可以少吗？我的，那斗法是什么意思？九重天是什么意思？我闭嘴了。今天我到这里哦。亚星星号，还有，哎呀，这要怎么玩啦？没有人让我介绍了吗？好友给我看一下，夸父好友，刷新刷新。来，我要抽喽。神鬼神话您好，啊，这边有一些玩家哈。想到没有？